7月3日，隋唐在微博晒出女儿萌照，配文：“头发终于被地心引力征服，有女孩味儿了。”照片中，妹妹小脸肉嘟嘟，张开小嘴，仿佛是在求抱抱。网友大呼：“好想揪揪小脸蛋儿，跟哥哥一毛一样啊！”隋唐女儿自出生以来的爆炸头发型，成为了大家关注焦点之一。日前，女儿的头发渐渐也顺了下来。她前不久在脸书上抛出爱女全头头发顺下来的画面 ，Lucy 长到及肩长度的发型，秀气模样瞬间增添了几分女孩气息。妈妈隋唐也开心地表示，温柔女孩味儿终于超萌模样也引来不少粉丝关注，大家也都纷纷赞叹太可爱了，头发终于不炸开了， Lucy 突然像女孩了，好漂亮。事实上 Lucy 一出生时就顶着一头浓密头发，整片刘海全竖直，模样宛如爆炸头般十分可爱。隋唐过去在受访时也提及，女儿头有自然卷，加上有两个旋，所以要等头发长一点才会自然顺下来。这次 Lucy 头发终于长长了，而且看起来柔顺了许多，超萌模样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少网友讨论。